碾碎他。嗯，一记黄金圣盾。为了父王，我们这把打的是新基德，他没有带 TP， 他不会打断我兵的，但我会去看一下啊，有可能第一步会。别给眼，我检查一下，看能不能找到他。全军出击！检查一下。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不是，哎，带兵。我不给你带兵，你就难受了啊！我不给你第一波，不给你断。哟，你硬断是吧？硬断了，你没了，兄弟。兄弟姐妹们。好，好 ，A A K 头怪兵全收 ，Beautiful。正义的惩罚，很到位。哟，哇，他炸了呀！他炸了。他踢一波兵没吃到，被我套路了啊！因为新基德第一波一般都会去带一波兵的，即使没有踢也可以去带的。我拍，等不灭好了我们再拍。我拍，哎，这一下就很舒服。不灭加战争律动，这一下拍到身上真的是太痛了。这波上来我就吃药了，不灭拍这一下，哇，他被卡住了，吃个药，哇，他没想到他死了，我也没想到他死了，他被小兵卡了一波身位。他没有踢的，他很伤，他们打野是莫甘娜。好，回家舒服，1200块，两个头，第一波装备出这个啊，战斧，和血战斧。来一片三文鱼，涂上一手芥末。我已经看到芥末在这个三文鱼片上了。来口重头三文鱼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辣。你这波我很聪明。他没开毒的时候我没有击飞他，他以为他走出边缘开毒，我直接把他击飞，他打他很细节。你敢放 Q 吗？你敢放 Q 吃药 A 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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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灭死，这波闪现闪得非常好，阿 Q 放他就死了，这波是相当的细节哦。盖他，盖他。对了 ，EQ 在哟，我操，没放出 Q， 我失误了。我操，不会吧？我一怎么没放出来呀？哇！这口三文鱼压压惊，接受不了啊！就在今天，这波我接受不了，那我死了。
兄弟姐妹们，并肩作战吧。德邦军旗呢？他翻身，不过他杀我一次也好啊、哦，他值钱了。哎，我们要这么想，他值钱了。现在我就杀他的欲望了，靠近我就是巨龙撞撞击，哎，痛不痛？回手巨龙撞击，哇，这一套好痛啊！再丢个旗子啊，无奸邪，吃个药。撞击一波，很痛的，甩个旗子就硬折磨。当然他的打野是在下路，我是知道的啊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。如果不知道打野在哪的话，德方军旗的确不能交啊。打断他，知道我要打断他，他跟我真的故意的回身啊。再次对不起，接下来我要使用不解释连招啊。他开大了就算了，插他一波。那我们不着急，先去把视野做一下。这波他肯定要回了，但是我的德邦军旗不同意，我要把他打断。哎，好，给他回，我们吃他一波塔皮。哎，快速推，吃波塔皮。好，我有爆破。啊，我有爆破。对了，好，可以留了。这里怎么不可能杀我？我们走远一点，好吧，免得被他打断。还我眼，我给他高一级。德玛西亚，麻烦我们这盘打完，来一首银龙杯啊！你不知道我伤害有多高吧？哎呀，巨龙装衣没好。正义的惩罚。算了，不跟他在这浪费时间啊！追肯定追不到他，我也没闪，他不可能让我 EQ 到的。为了父王 ，dominating。好，推刺波塔皮，不管这个辛基德。他的莫甘娜是抓不了我的。视死如归。OK。就在今天。这波塔皮，我们回家。哎，舒服。回家。600块。这盘要出这个。Godlike、一区，今晚开打，没错，今晚开打，金龙杯，我们来一个金龙杯，至死方休，金龙银虎杯，我的大招马上好，有机会杀他。大招好了，不着急，不解释连招，哎，再见，德邦军旗完美收。你不会想要杀我吧？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搞错了吧。那我就 A 你，闪现拉开，勾引成功，你没有盾了，我再 EQ， 是不是很刁呢？是不是很聪明呢？哎。
道高一尺，魔高八丈。回家，很舒服，非常完美的操作，非常完美的思路啊！不然杀不了这摩甘娜，这摩甘娜很肉的，他出的肉装。好，再来一个负极斗篷啊！这一盘出魔抗就很赚，他们都是魔法伤害啊，都是魔法伤害，除了一个伊泽。巨龙撞击，不要被他背到塔下就行啊！哎呀，往回，哎，好，你背我，那是 你受伤，不是巨龙撞击，非常好。可以推塔了，再触发我们的爆破哦，拿掉这个一血塔，十二分钟非常完美，触发了很多次爆破。好，我们去对面的红 buff 那块把视野做了。OK， 直接 EQ 打他一套。哎，背我无所谓的。是你能打过我，我不信，我有大招的哦，大招追击一波。哎，他以为他的毒气加上他的点燃就可以把我杀了，也不看一下我的魔抗有多高，93，回家了。再来一个自然之力啊，很舒服，钱不够，钱不够。Shut down。嗯，等一手，等一手，等一手。战斗。这是个大剑。至死方休。等一手，自然之力。An enemy has been。我们可以去推中塔了。Double kill。Triple kill。魔抗60，350的生命。然后受到技能伤害时会为我提供移速和魔法抗性，持续5秒，最多叠加5层，所受的每层独特技能都会提供1层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所受的每个独特技能都会提供1层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塔给他收了，我有大招，想跑你跑不了，很好。哟，这个弹蓝故意的哦，玩蛇皮，蛇皮螳螂，玩花花式。谁敢违抗我的意思？好，我们来一波新基德炮车，你看到我了吗？应该是圣盾大招不给放啊，因为那个是限制位移技能的，任何位移技能包括闪现在内都不给放的，所以我们的大招呢它其实也是一段位移啊，所以不给放。耶，过分啊，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你，叫过分。粪坑里跳高哟，歪了，我操！算了算了算了，放他一马。为了父王，好，我们追上塔吧。这个爆破用一用。
我算了吧。说他也怪，哇，秒了 ！A 他 ，A 他，蓝不够啊，蓝不够，有点小秀。我们这个螳螂是高手啊，是高手。我们去把峡谷收了，峡谷收了，峡谷收了的话，直接上高地。啊、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反正打不到他的背。下一波新基德，我直接。天崩地裂，把他框住啊！螳螂一个跳，这就死了。不要着急，任你跑，你怎么跑呢？哎，好，大招盖住。好，螳螂修得飞起来。我们螳螂是个高手，是个高手。131魔抗，这螳螂在装老师傅。A 是你，痛不痛？嗯，就问你痛不痛？他打我根本不痛，我的魔抗太高了，溜了。王多卷来，好，我们回家来个黑切啊，来个黑切，捡一波 CD。很好，2800滴血，非常好。有，高地收了。我们可以一波了，不解释。哎，这个他的 Q 技能放的恰到好处。溜，放到最后一下，哎，结束。让峡谷跳一波舞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你过分了啊！我吸血，来峡谷跳波舞，我 A， 我过去，我 A， 我 A， 我感觉我好像跑不了，我，哟我操，我歪了，我 A， 我 A， 哇，最后一个平 A， 我吐，这一个怎么没过去啊？谢谢谢谢，感谢洛洛洛洛鸭的飞机，谢谢洛鸭。菜菜菜！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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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结束。好，我们的金轮杯开始了啊！